再来看，这个月初二，台铁有一班新竹江号，伫咧经过台东金轮车站的时，不明原因紧急打档来停落来。调查落去才发现，受民众那亲像是挑工去救到这个车档闸，才来造成的。警方嘛已经咧查这个旅客身份，那确认违规，会依照铁路法甲处分。月台顶面停两台列车，人客挂大包细包，对一台新竹江号要换坐另外一班的起降号，也不过人真多，大家只好慢慢啊排队，无到及时上车，实在也是真无奈。原来是这班新竹江号唔知安怎熊熊动起来。因为他当下就是突然紧急刹车，我们在车头那一部分感受是还蛮强烈的。来的车子，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让每个乘客都有座位的，那你原本是有座位，变成没座位。但是发生第二个车里，一班数里里出对墙那开往新竹营的新竹江号，经过台东金轮站时，不明原因自动动车，结果台铁一查发现，刚才有地高车有人客，加车门边的这个车档闸扭来，了后就家己在金轮站落车，再造成列车自动动车，临时停靠第一站，台铁公司也赶紧调派其他列车来转搬人客。好玩吧？好奇吧，车上旅客如果是在走动或者是站的状况下，就会跌倒了。台铁讲，每一个车厢的门边拢有这个车档闸，主要是要让列车长会使因应突发的状况，赶紧停车来使用。为了避免让人乱扭乱碰，也拢有警示来禁止人乱震动。有的车厢要用挂来扛起来。这摆事件明显是民众挑工的，所以报警处理。任意操控铁路站车设备或以他法妨害系统设备正常运作，可采取新台币10,000元以上100,000元以下罚元。警方讲，除了以铁路法开罚，若是造成公共危险，也依照刑法来扣办。也若即摆事件民众虽然无受伤，不过行程也延误至少2点钟，乘客拢感觉真生气也真无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